心之本源啊，渐入虚空啊，直言安不动，其心上淡薄，适宜心柔软啊，合掌恭敬礼。咱的心情是不是有安尼呢？咱的心啊，回归在咱的本源，而且呢，暂入虚空，真正的清净啦，一点啊都无染着，开阔啊，亲像虚空同款。咱人人哪会当好好用心啊？其实咱的心地呢，是这么真开阔啊，是这么真浩瀚啊，那清净无染，这就是咱人人心灵的本性啦、啊。就是凡夫啊，时时唔知有偌尼真多的代志啊，都拢总甲伊，咱挖来伫心里啊，问伊讲。你的心到底在想啥嘿？啊，真多真多啊，讲不完啊，理不清啊，真多，讲不完，理不清，到底呢是啥物物件呢？啊，无法度好形容啊，敢有影心遐尼真多？啊，讲不完，理不清，有遐多的物件心，那既然提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那就是真是虚无的物件。所以啊，本来心地是这么这清净，这么这空旷，那这么这浩瀚无边呐、啊。可是呢，凡夫啊。家己呢，惹来了真多的尘埃，无限量的烦恼，那从咱的心来，其实佛陀啊，爱要来教育咱，就是要让咱知影，其实啊，心啊是静无一物啊，要讲伊的境界啊，哇，真正的开阔啊！浩瀚啊，这是啊佛啊，伊要予咱了解，所以呢，用真多的譬如，甚至呢，用人间法啊，回归佛法，将佛法呢入人间法啊，会当在人间中啊，无受污染，这就是心。的清净法，虽然人间有这么这么多啊，人啊、事啊、物啊，天下呢会复杂啊，确实呢，对啊，菩萨的心地一点啊都无污染，确实在凡夫呢，在这里复杂的人群中，确实呢。满心烦恼，这种的习气啊，这就是众生，所以受苦，所以呢，六道轮回不休，所以佛陀啊，都跟咱讲，哎呀，你有一片清净的心地，佛陀的本怀，就是要让大家人呢，啊，明心。见性，希望一讲落去，大家人拢听会明，会当了解，这是佛陀的本怀，这个真实法。但是众生无法度啊，所以呢，堪定万道啊，啊，同意社会啊，安尼呢，讲真多来引诱吼，都、就是呢，要和咱回归。回归呢，咱的心地是寂然安不动，本性呢本来就是寂然呐、啊，安而不动啊。
其心上淡薄，这心来当淡薄啦，无欲啊，那就无烦恼。人心就是有欲，所以才会有烦恼啊。心地啊，才会真复杂。所以讲来嘛，无困难啊。咱一直伫咧讲佛陀。开始在要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说中道，这个灵山会啊，哇，你真多啊，人安尼真踊跃来啊，看，大家人到夜时坐落来啊，等啊，前前后后的人来，恭敬作礼啊。那佛陀呢讲经啊，一定呢是要四大教说大法啊，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在这个境界里呐，空中的五花，那地呢诶六种摇动啊，因为解释迄当阵的心境，那就是色意心柔软。一点嘛都无惊慌哦，而且呢，大家人拢真欢喜，甚至呢，真恭敬啊，合掌恭敬礼。哦，那想到这个境界啊，真正是真向往呢，心会当安尼，这么正回归咱的本源呐、啊，清净的本性。这种暂若虚空啊，即然安不动啊，其心上淡薄，色意心柔软，合掌恭敬礼。各位，这种恭敬的心，开阔色意柔软的心境，是偌呢正安然自在啊，咱人间啊。时时呢，都是心不安定啊，烦恼起伏啊，这种凡夫心苦不堪嘛。在菩萨心灵的境界，那就不是安尼咯。所以在迄个中间，佛陀讲经完啦，开始呢立定啦，大家人的这个心嘛。嘛是对着这么正安定，这个中间逆时，逆时会中，比丘比丘尼，又婆舍又婆夷，天龙夜叉，乾达婆阿修罗，伽留罗金那罗摩诃罗伽，人。慧人，各有及诸消王转轮圣王，是诸大众得彼亲友，欢喜合掌啊，一心观佛，这个境界，佛陀伊呢讲经了后，讲了无量义经入。定了后，迄、那个时阵，该看迄个花场哇！大家人定落来的时啦，来描写这个花场。这个花场到底有偌多人啊？我该看几种的类呢？哦，有啊，花场有比丘，阁有比丘尼，看伫迄个中间啦、啊。干那出家呢？迄、那个会场都非常的盛况啊！各菩萨百万人啊，大家人也会记哩吼。除了比丘、比丘尼，又菩萨又菩提，有的人出家的菩萨，有的未出家的菩萨。所以呢，佛的弟子啊，就分成了四种：比丘、比丘尼。又婆媳又婆姨，在人间、啊、就分为四种，所以
这个所在无漂菩萨，是因为呢，菩萨有诶出家，有诶呢也无出家，但是呢，以发菩萨心啊，立大行啊，大根大基啊，那这都是拢叫做菩萨。伊有百万人啊，真侪咯吼，那搁有天龙夜叉。天达婆阿修罗，那伽流罗、金那罗、摩诃罗伽，这个道场内底啊，有人、非人，人就是人间的人啊，非人呢，就是都只念过去呢，这个天龙八部众吼，那这就是非人，那再来呢？即及诸消王专轮圣王，是诸大众得未净，伊话伫即个场合的内底啦。那都是不管是人，亦非人呐，都是呢欢喜合掌啊，安尼呢一心观佛，会当想。你这道场偌年真清净啊，境界呢也水啊，在灵鹫山，这呢真盛大，呀，会众集在一起，共同一心，迄种呢同心啊，合一啊，就是呢来看佛吼，用最虔诚恭敬的心。大家人合掌啊，目不转睛啊，安尼呢，仰视着佛陀，说：“哎，迄、那个水相啊，比丘比丘尼，有菩萨有菩提，这拢总是佛弟子中啊最虔诚啊，学佛者分出四类吼。”那再来吼，在天中啊，哎呀，夜叉将，那就是这这鬼吼，咱定来讲好，那夜叉咧，那会这么歹？是啊，夜叉啊，就是在四天王天所属的神将，看看世间人啊的善。王啊，那因缘果报啊，人间啊，过去的仙啊，那就是好人，过去的恶啊，现在呢，伫咧享受啊，这种的人啊，嘛是算恶的人哦。虽然伊伫咧享受都无有一点啊善好讲，但是只爱呢，伊个。业尽呐，或者是缘尽呐，业上现前呐，一点啊都无留情哦，吼，这呢就是夜叉啦，真紧，所以叫做即即鬼吼，真紧都到位啊。在四天王天所管辖的人群中啊，都有这个夜叉啊，所以呢，咱还是啊，爱有因缘果报观啊，几条三寸有神机啊，唔通讲哦，我伫咧想的无人知，我伫咧讲的啊，无其他的人听到。这种的人我是非的宣布，这呢一笔一笔都记载落来。不管是什么款的神，总是呢
伫咧记录啊，咱人间所做的善恶哦。所以咱人世间啊，不管是要讲话，不管要做代志，或者是起心动念，这呢，咱拢爱真谨慎哦。对啊，佛经的内底啊，都会标出了这个天八部众哦，这个八部众呢，都、就是伫咧监视人间，人间啊，会安慰啊，咱。除了人人爱家己呢做福业啦，所以定来讲众生共业，咱伫咧做啊，哦，这良心八宝呢伫咧记啊，所以咱爱时时用感恩心嘛、恭敬心嘛。过去咱毋是讲爱敬天爱地，咱也会晓敬天爱地啦，咱。对这个因果观啊，真谨慎吼。那咱的行为都会真谨慎哦。那安尼呢，这天良啊，都成为佛法吼。那在朱孝王，就是一国之王，在印度迄个时代，一个城就是一个王啊。为啥无偌大，但是他也是称王，所以称为孝王哦，朱孝王有真多。再来呢，专轮圣王，专轮圣王呢有四种啦吼，那这拢总是因为有福德果报，看伊什么福，那得什么款的果报啊？有金。轮王、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，四种的轮王，轮就是亲像链啊钢款呐，它会当转吼，这个转这个轮呐、啊，统数天下吼，这有金、银、铜、铁的分别啦，啊，亲像在朱孝王加转轮王吼。其实他是不是一定都是佛教徒呢？不一定，不过呢，他还是有福，所以可以来到这个会中啦，那定义呢，在这个会啊，是佛法，或者是呢，结缘众吼，就是在这个盛会，他也参加在内底吼，所以讲因报施行，有这种的福音。福言吼，那就有文化之言，所以啦，为专轮圣王得因佛力来参与法会，就是有这个因跟缘呐，所以伊来参加这个法会哩吼。那以助大众探秘情友，因为呢，大家人拢伫这个法会面顶啊，所以呢。拢总合起来，这个大众就是专会的大众，知影这是一个随想吼，探秘情友。不管呢是人间呐、啊，或者是天呐、啊，或者是非人呐、啊，所有呢的空界、地界啊、十方世界，拢总呢一直莅临这个会场里，这实在是吼过去真少有的啊。所以呢，大众叹未尽，又真欢喜，哪会有这种的随想啊？真呢，就是因为佛入三昧啊，所以呢，会当当现出了这呢真多呢，所以大家人欢喜，一心观佛啊，吼。佛乃是宇宙的大觉者，伊的精神啊，伊呢爱的力量啊，本来呢就是已经呢涵盖了在宇宙间呢十方的世界，本来伊就要
听因伊的心怀来讲大法，只是呢，迄个时阵啊，众生无有困切的感应，未晓要来求佛说大法啦。大家人拢也过是呢，在迷茫中啊。那所以佛陀呢，真辛苦四十几年的时间，哎，因缘善诱啊，所以浪费了这样呢，真久的时间。现在呢，那已经开始了哈。所以过去无迄个因缘，未晓咱人未晓要困切，要追求啦，所以无这个感应，都无迄个说法的因啦，那。现在今智慧自大众啊，见种种随相呢，不可思议。现在看到这个随相，真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至心敬仰，大家人从内心呢，起着一份恭敬、尊重、叹微情有的心哦。所以大家人会晓呢，要希求、恳求佛陀。会当说法，从无量义经啊。过了后呢，这个境界呢是什么因缘来？所以大家人的心有疑问啦，啊，嘛是真祈求啦。佛陀呢，会当为大家人解说这种的随相。这佛讲无量义经了后，这个随相真奥妙啊！所以大家会起着这份的追求啊，恳切的心。听法啦，都要有追求，有恳切啦。迄、那个法呢，才会当入心。佛陀呢，为着要讲大法啦，所以现这种的随相，引起人人呢恳切的心。所以大家呢，哎，这个境界好好用心去体会。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、啊。